啊，今日真欢喜吼，会当伫安尼台湾二九暝的时间，啊来遮含大家，算讲安尼，大家食二九暝了后吼，安尼围炉了，咱嘛是伫遮安尼做伙来开讲啦吼。啊，今日呢，咱的节目吼真特别啦吼，啊，咱有请着两位少年工程师吼，啊，因要来分享讲。因安怎开始阁订学台语的即个经验啦吼，啊，这真宝贵吼，因为咱台语过去安尼足无人咧讲吼，啊，安尼七八岁强要发起吼，啊，好佳哉，即马有一群少年人，啊，因阁转来重新阁开始学台语吼，啊，所以因即两位吼，啊，拢是差不多啊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即个的啦吼。啊，因一个刚开始讲，刚学半冬，啊，一个学早都要到三冬啊啦，吼、哦。啊，因两个毋仅刚学台语，因学台语起来了，因拢用因的科技，吼、哦，啊，侵入去即个 AI 的即个语音的现代技术，吼、哦，啊，为台语的即个保存和复进，吼、哦，伫遐咧拍拼啦，吼、哦。好，真欢迎，啊无，诶、欸，咱白先生，你敢会当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好无？哈、多谢，啊，单杨单先生，平时今啊，伊日住伫 New York 哈、啊，来。对，大家好，我先分享我的咱的导演品，稍等，请稍等一下。好，安尼啊，敢有看到？进行，OK。啊，所以你想要，你也要开始直接讲啊，就对了哈。对，因为阮嘛，自我介绍嘛，参伫这个拢导演伫品真内内底，底啦哈。啊，对。你是住伫 New York，啊，对，我另是外大姨。一位江友廷是住伫台北哈。有。啊，现在住伫台北，所以今仔日讲伊小可有即个特别口音哈。啊，较无声，所以较顶下伊若声较歹听吼。甲咱阿姆一个，嘿，好，安尼无，就请你来开始，好，来。好，就像刘根兄，就今日就感谢大家新年。快乐啊！感谢大家今日来听阮分享阮即块想法。啊，我先来自我介绍。我叫做平林，啊，我是板桥人。啊，十年前搬来New York，我是一个软体工程师。啊，对啊，就啊，今日哦，还是我先讲，就今日的分享切做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我甲约定的分享讲，咱两个人是安怎重新来学台语啊？学台语的过程中有拄着啥物困难？啊，第二个部分就会看讲，来讨论讲哦，即马人工智慧的科技敢会当帮助阮学台语啊？嘛会分享讲咱对科技对，比如讲台语的帮助甲一款想法安尼。啊，若是大家有啥物问题嘛，欢迎随时举手也是，也是问问题安尼。那呢，我就先继续讲。我开始学台语是因为，我对台语的背景是，开始认真讲之前，我会听，但是袂晓，较罕得讲，因为阮爸爸妈妈伫厝内边，因拢讲，因家己拢讲台语。但是对我诶时阵，拢讲华语，所以我嘛用华语甲英语。啊，所以我差不多会晓听，但是讲着讲袂出来，一年可能讲无到一摆安尼。啊，会开始讲台语是因为，咱旧年，祝年是第二个查囝诶时阵，我甲阮某希望讲较台，甲囡仔讲台语。啊，对应，所以可能对，比如讲台湾的连接较深安尼。啊，第一个原因嘛是讲，做工课的时阵有实在一个台语老师过来，啊，伊嘛鼓励我讲，啊，甲伊开会的时阵会当用台语试看卖，所以就开始讲，啊，开始讲台语。啊，我台语的方法，我家己一开始是听，伊是对听开始，比如讲，听台语的 podcast，啊，即马 YouTube 顶关嘛是有。即个内容，比如讲，
大南门啊，我就是对大南门啊遐，我就讲哦，台语有七声八调啊，即无共诶声是安怎发音安尼，就对遐开始。啊，讲诶部分，就是讲，因为阮到拄则讲一开始看 YouTube 啊，第二个部分就是甲囡仔开始讲话啊，因为常常需要甲囡仔介绍讲，即个世界是生做啥款，才发现讲哦，足侪简单诶物件、简单诶词，我拢应该阮某拢袂晓讲，所以咱就去网络顶悬查迄字典嘛，是转去阮。登去问，阮的爸母安尼，啊，就开始发现讲，哦，真正需要爱特别去练习，特别去，去使用安尼。所以啊，伫这个过程中嘛，实在，一块朋友，因拢会，伫线顶，比如讲，就大家做伙来讲代志，比如讲，有一个，好，蔡兴兄，伊嘛有，伊就热情啊。有邀请我去因诶山顶诶开讲会，啊，我就去用我较慢诶台机去甲因讲话，啊，就有时阵就会去安尼。啊，譬如讲王兴兄，伊嘛有招互囡仔会使去整物件诶会，阮某时阵去参加，就参加即块台机诶山顶诶社群，就去会使去临时讲。啊，另外一方面嘛是开始甲阮爸爸妈妈拢用台语来开讲，因为正经二十外当，我拢是讲用华语甲因讲话，所以一开始拢无惯势。但是讲一两礼拜以后就惯势，就用台语。啊，读到写诶部分，我就是主要就是用网络诶文章大陆，比如讲有电有写者，就详细，安怎伫7天内会当学台语，啊，伊嘛有写就者，比如讲调啊，佮有一款延伸的内容安尼，所以就有帮助。啊，毋过我较含慢，我即马小可会当读，但是佮无啥会晓写，所以即个部分佮伫个练习。对，啊，有台语啊，拢总学台语，开始讲台语到即马差不多半冬安尼。啊，伫这学台语的过程中啊，有拄着一寡困难，比如讲，上大的困难就是，即侪字毋知要安怎讲，比如讲，所以我就用网络顶讲的字典去找，但是我就是用华语拍啊去找看台语要安怎讲啊是。也是有多一个词会当用，但是就发现讲有淡薄仔困难，比如讲，有一寡词是花记无，但是台记有诶词，安尼我就毋知影要安怎找。啊，有时阵是花记甲台记无，一对一诶对应，比如讲，用词诶部分，花记可能拢用对，无共诶物件拢用同一个词，但是台记可能有搁较侪无共诶讲法。啊，伫咧找诶时阵，我就需要甲。去试过，就一摆，再确定讲，哦，即个是倒一个，大家用倒一个讲法会较正确安尼。啊，第三个就是讲，有时阵，毋知影要安怎找，才会当找到大家较有开口的讲法，或也是较正确的讲法。所以有时阵嘛是讲，就大家讲变做讲华语化安尼，因为就找较无安尼。啊，这是对字的部分。啊，若是讲的部分，就是讲，因为较难来讲，所以有时阵开始学，尤其是开始看大陆以后，才知影讲哦，有足侪音我发甲无正确。啊，这个、部分就较困难。譬如讲，因为阮我甲阮某伫咧厝里，咱即马拢是有用台语伫开讲，但是阮嘛。无遐厉害到讲，会当知影讲，拄一个词，讲到无正确，啊，这部分就较困难。啊，即马就是讲，去甲别人开讲的时阵，有若是台语讲较好的人，有就会甲阮讲，啊，但是这方法就较无效率安尼。啊，第三个就是，阮去找迄个
实体的课程，但是时间上，若是伊无录影的，时间上就较歹去配合安尼。哦，所以这就是我学台语的过程较困难。啊，刷落来就请约定分享伊的部分。大家好，我是江友廷，啊，我是嘉南人，我是伫嘉南住到大学一年，啊，尾啊，阮规家伙仔都搬来台北安尼，即嘛是伫读研究所。我诶台语背景咧，其实，可能甲真侪我即辈人是差不多，就是幼稚园诶时阵，我是互阿嬷带，啊，因为伊袂晓讲迄落华语，所以我自然就甲伊讲话拢是讲台语，啊，然后。因为阮阿母迄边是客人，所以也是伫厝诶。阮爸甲阮妈因讲话就是全部拢讲华语。啊，尾啊到大学开始，我则想要甲即个台语学转来。啊，另外就是其实客语我嘛是会晓一点，会晓一点嘛，但是都无台语遐敖，因为我感觉细汉诶时阵有即个台语诶背景，抑是对语感是有差。好一张，刷落来就是开始讲我是安怎，迄个时阵就是大学三年啊，就雄雄开始想要来学台语咧。其实是因为迄个时阵，这个活动我毋知影即卖还阁有无，就是中国因拢会出钱，招迄落台湾、澳门甲香港的学生去遐，就是因会甲你招待啊，啥物啊，阮就是甲伊叫做通鉴团安尼。啊，迄个时阵其实是阮爸鼓励我去，因为伊是较欣赏中国诶文化即个物件。啊，我就想讲，反正是免钱诶，所以我就去就猛去一下。啊，反正我则去可能一两礼拜嘛，无遐快诶，互因通证着安尼。啊，尾啊去遐咧，我就发现讲，阮伫甲一寡香港诶朋友伫开讲诶时阵，因当然甲阮讲话是拢讲华语。但是因甲家己人讲话就是讲广东话，啊，阮都甲因讲生笑讲，啊无咱台湾人嘛来讲台语安尼，结果就发现讲，哇，阮即阵人内底其实无几个人是台语讲会出来诶，所以我就开始发觉到即个现象，尾啊就开始，阮迄个团内底就有一个是屏东人，啊伊较贤讲，我就开始注意，就甲伊自迄个时阵开始就甲伊诶联系安尼。好一张。啊，我学台语的方法咧，一开始其实我就已经学迄落大陆甲教育部的汉字啊，因为我都就是，我一开始其实就是开始找网络顶有啥物资源，啊，但是因为网络顶大部分的物件拢是文字的，所以即个文字拼音甲汉字，就是我一开始就有学着。后来就是我会找熟悉的人开讲，啊，无就是家己想着啥都。想办法，甲伊换做台语来讲，安尼啊，若是想着啥物袂晓的事，我随着查字典。安尼优点是讲，因为可能我家己，是毋是有人？哦好，即安尼优点是讲，久啊，我接讲的话题其实大部分拢有法度用台语来讲，啊，但是欠点嘛是真明显，就是甲迄个平人讲的共款，因为我其实是。即 output 较侪，啊 input 较少，所以有啊，我就感觉我思虑真有限，真侪物件，而且就是若转去阿嬷遐甲伊开讲的时阵，就会发现讲，虽然我讲的嘛是台语，啊伊讲的嘛是台语，啊但是伊定定都三不五时都会，就是讲出一个我其实无听过的事，所以我尾啊都有想着别个方法来改善这个问题。啊，阁有初期，哦，台语歌我嘛是真早就开始听，就是因为，以前我伫学英语的时阵嘛是拢有去听西洋的迄个歌曲，啊，我感觉听这个歌其实是真有帮助的，所以就是甲迄个平常同款，就是 YouTube 可能有，啊，台语歌我就是，这是我听的几个迄落歌手啊，甲乐团。过来，上尾一个咧，就是平常拄仔无讲着，就是对阮即种是较大汉才开始想要甲台语学好诶人来讲，其实真侪音对阮来讲是真困难诶。所以，譬如讲，我感觉
感觉这个词，就是你当然看到音标是会讲，就是 KAM 安尼，所以你就知影嘴唇爱合起来。但是我都发现讲真侪，可能大汉才有台语的人音，若讲较紧就变做尴尬安怎？但是本身有在讲台语的人音，都袂甲这个合唇的音甲省略掉，所以我就小去研究一下，啊，想讲安尼，就是尽量甲家己的发音创甲。较好诶，安尼，好，后一张。所以我就讲，我感觉我迄时阵上大诶问题就是我诶 input，就是好诶 input 无够侪，所以我尾后我就发现讲有即个大部分通信网络，啊，过来，迄个时阵应该是一两年前吧，就小红书出版，啊，过来即个赵家嘛是一个叫做陈正雄诶作家。啊，过来一个台语现代小说选，我嘛感觉是一个真好诶册，而且内底都是有收集无共时代诶作家写诶。啊，即本我是伫即个下骹，我则会，我则有写着讲，李工桥，阮教基金会读册会，诶老师来带阮读诶。我感觉即个参加台语诶社群对我来讲嘛是真有影响诶，就是。伊真正都会拄着讲，台语真贤诶人，伊都会甲你讲，就是一寡幼路诶词要安，幼路诶词要安怎用，安尼。过来就是即个真正卖计较，就是我即摆咧看诶八点档，这是较古早时代啦。因为，都我嘛有发现讲，若是即几年诶即种八点档，因诶台语诶品质拢是真歹，因都是三不五时就一直甲伊插入去一寡华语词安尼。过来就是一开始我找朋友讲的时阵，就是我无虾米在分，就是虾米朋友就该讲台语安尼。但是尾仔我就发现讲，其实真侪人，我甲我同辈的人，真侪人台语已经听无啥有啊。所以找到一个有法度甲你用全台语开讲的人，就真重要。啊，所以像即个我下骹有写即个台东啊台语写的开讲会，我都是迄个读册会，其实嘛是。都有熟悉一寡讲台语的朋友，啊，过来就是我尾仔我嘛有交到一个，就是愿意甲我讲台语的女朋友，啊，我感觉这嘛是真有帮助，因为伊可能就是你上接在讲话的，在讲话的对象，所以伊若是甲你讲，安尼你的台语一定都是进步会较紧，对哦。哦，好，一张，刷落来就是。咱会使来讲一寡，就是我甲平人是安怎会熟识咧？其实是阮之前有在做一个家己的 project，啊，我是有提供一部分的资料给伊，啊，因是负责即个模型的部分，所以咱就会使来看卖讲，即马家己的 AI 发展到啥物程度？嗯，拄啊，阮有讲着。诶，华语甲台语其实是有一寡无共诶所在，啊，这嘛是阮伫学台语诶时阵，较恶去学着诶，遮个物件，所以咱就会使来看卖讲即马诶，人工智慧诶模型，敢有法度解决遮个问题？安尼，咱来试看卖。拄则咱有，讲到，咱我台语的时阵有啥物困难？比如讲，华语啊，台语的词无一对一的对应啊。有，华语的词，比如讲，接无共的物件，伊可能有会用无共的，伫台语内底有可能有无共的词会通用啊。啊，还是讲有较水气的讲法，那咱。我之前是用字典啊，那咱试看卖，若是用人工智慧的模型来查即款物件的，敢有帮助？所以咱即卖试看卖这线顶的一个工具，我先来分享另外一个画面，请稍等我一下。
大家刚有看到这个画面。好，这个就是进前有一个英语到台语的遐个模型，咱来试看卖因伊用起安怎。第一部分是因为譬如讲台语到英语，甲英语到台语的两个部分。对啊，咱就先试看卖台语到英语的部分用起安怎。譬如讲，我会使来录音。大家好，今日真欢迎大家来遮讨论啊！大家新年恭喜！就当试看卖，看看下放啊！即马无闲已经关好啊，咱来听看卖英文是做啥款。Hello, everyone. I'm very happy to welcome you to this discussion today. And congratulations to you all. 所以，差不多正确。后壁的新年恭喜，讲 congratulations。所以这是台语到英语的部分。但是咱来查，我即马切去另外一个画面。但是，若是要查讲，对，大家要安尼讲，咱就要用英文，然后，请讲台语。所以，有定有找这几个例，咱来即马来放看卖。He gave me a bouquet of flowers. 伊给我一束花啦。就就这个例就是讲啊，咱要查讲，一束花呗，伫华语啊，对台语内边咧安怎讲啊？这部分就当讲一束花。咱过来看其他几个咧。He gave me. 不好意思，The wind is blowing hard. 风哦，吹甲足厉害啊！在这个例内底，阮就想要讲，风很大，伫台语内边不要哪讲，伊用足厉害，但是，这可能淡薄仔怪怪，因为台语可能讲风足透的，这嘛是一个，譬如讲伫，所以就伫找字典内底拄到问题，这个、AI 模型嘛，无啥会当教阮讲，搁较贵口的讲法，咱来搁看后一个例。Please give me a banana. 请你给我一个香蕉。在这个例内底，可能错误搁较侪。譬如讲，第一个是量词的部分，伊讲一个，可能大家讲用一支，还是用白醋。第二个是香蕉的部分，伊讲香蕉，这个调发音还是调的部分嘛，无正确。好，例部分可能就这三个，但是所以咱就会看到讲，可能人工智慧，伊会当做一个工具，但是，伊阁有，若是要家己学嘛，有可能有淡薄有小可的，问题，譬如讲，伊的翻译，咱拄则有听到伊即马有受到华语的影响，调的部分可能有问题，翻译的内容嘛，可能有错误，所以有。有一个品质上的问题。接下来咧，咱就来看讲讨论讲，咱会当安怎来改进这块人工智慧的模型？而且有点讲这个部分。哦，所以咱也是爱了解咱要安怎改进这个模型的表现，咱可能就爱先小寡了解一下伊是安怎运作的。所以，若是为相关的层级来看咧，咱先看下骹这张图，就是这个模型咧。通常，咱讲一个模型是啥，就是咱会予伊一个题目，然后伊就会予阮一个答案，安尼。所以，譬如讲，伫翻译个例内底，就是你若甲伊讲英语，
诶，即句话，即著是你诶题目，啊，你诶答案著是台语诶一句话。啊，其中即个模型内底阁是生做啥物款咧？咱著会使看到即个正平顶悬即个图，著、就是上即、这个图内底上倒平黄色即个圆块，著、就是代表伊诶输入。啊，即个输入其实著是咱甲咱诶语音，或者是文字。想办法，甲伊转换做数字，因为咱知影电脑只看有数字，然后咧，伊就会经过中间即两层，叫做神经元的物件。即神经元是安怎叫做神经元？其实都是因为伊甲人体内底即个神经元，伊运作的方式是有一点仔即个相像的，对，就是伊甲头前遮个资料传到即个神经元以后咧，伊就做一个简单的处理。然后伊就传互后一个，到上尾咧，就是换红色的即个圆块啊，这就是伊要回答的即个答案。咱都是在训练模型的时阵，都是希望讲，咱提供伊题目甲答案，啊，伊将即个模型的部分，伊都会家己学起来。所以，即个训练的方法叫做即个 supervised training，啊，即个 data 都是叫做 supervised data，都是讲。即个题目甲答案拢是有对档诶，啊，咱就是可能请人来甲，请人来甲即个问题回答好势，啊，才互机器来学。好，后一张，比如讲，就是咱到底需要虾米款诶资料咧？比如讲，若是你要做文字诶翻译，你就是需要可能是英语还是华语即个文字做你诶输入。输出的部分，你就需要台语的文字，而且这个拢是爱有对应的。好，后一张，若是语音翻译，这都甲拄则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就是只是你甲文字换做语音，所以你就是需要英语也是华语的语音，啊，甲台语的语音，两个资料配起来，咱就会使来训练这个模型，而且这个语音的。需要的资料可能是比文字搁较侪几啊百，几啊倍，就是因为语音其实是包含咱人讲话所有的资讯，所以，对机器来讲，伊是较歹去学着你到底讲啥物内容。好，后一张，语音辨识这大家应该是较熟，这个就是华语这个技术已经算是不哩啊发达啦，就是你若是伫手机啊。你用即个语音输入法，你就甲伊讲一句，啊，伊就会甲你诶文字甲拍出来。但是，若是爱做到台语即件代志，咱嘛是需要搁较侪资料。好，一张语音合成，就是亲像是拄啊即个语音辨识诶电脑病，就是咱若是拍一寡台语诶文字，啊，咱就希望讲模型会当提供咱正确诶伊诶念法。好，后一张。所以，咱拄仔都看到讲，即个模型其实，呾呾伊拢抑阁有一寡问题，就是，譬如讲，即个翻译会有重大个问题。无，就是讲，因为其实咱伫训练遮个台语模型，听其实会摕一寡华语个资料来做辅助，所以安尼就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结果是，伊有一寡讲法可能会变做较我华语。所以，要解决即个问题，咱就需要品质搁较悬的资料，啊，搁有资料量嘛是可能搁爱较侪。第二个分类就是变调，啊，这是安怎会使独立出来一个分类咧？因为其实别个语言拢无即个变调的问题，敢若就是台语，即个变调的问题特别麻烦，对机器来讲，因为比如讲你着想看觅你一句话。倒一个字爱本调，倒一个字爱变调，咱人有时啊都分袂清楚啊。啊，所以其实进前即、這个咱是安怎互即个机器来做诶？通常拢是用工程师家己写规则，啊，甲即个机器讲，哦，即个位置应该都爱念本调，即、這个位置爱念变调。但是即都甲，就是咱 AI 模型训练诶即种精神是无共诶，因为咱希望讲咱都是互伊。大量的资料，啊，伊家己会使甲学起来，所以
我也即马是有人想到的方法，是讲咱要甲一段，可能是音，甲伊的音管甲抽出来，啊，嘛甲伊送入去模型内底，安尼即个模型伊就较会学着讲，我伫做即个语音的问题的时阵，即、這个音管是一个重要的组成。好一点，安尼来讲，到底需要偌济资料呢？其实上简单的答案就是愈济愈好，因为比如讲咱看正平即个图表，有英语加西班牙语，啊，即个是咱即马差不多资料总共有偌济咧？总共差不多可能有1亿句遐济诶英语加西班牙语有对应诶即个资料，所以而且因为英语加西班牙语本身都比比如讲英语甲华语来讲是较歪，所以因咱咱敢若看即个资料诶量，咱就可能会想讲，即个英语换甲西班牙语应该是一个模型，即卖已经是会使做甲较好诶一个任务。啊，若是英语甲华语咧，其实都较少啊。啊，毋过即个5000万甲1亿，抑是算是讲差袂讲真侪啦，因为你若看着正平即个。就是华语甲台语，华语甲台语即马有即个对应的资料，差不多就是8万笔，所以8万条，所以咱就知影讲，做台语加语音科技上大的困难，其实就是资料上少。哦，后一张，但是台语的即个问题，就是咱可能无法度。遐紧会使来甲解决，是安怎嘞？就是，你看遐个几千万句，迄拢可能是爱开钱去请人来甲写的，但是台语目前其实都无遐侪资源。安尼敢有啥物别个法度会使学即个模型学较紧嘞？其实是有，就是即个叫做无标记的资料，就是咱拄仔讲的是讲，伊若有提供模型一个题目甲一个答案。伊都会甲即个规律学起来，但是即个无标记的资料，伊是用啥物理路咧？就是伊，你就先卖管，应该毋是讲先卖管，就是讲咱就是互伊看真济，无一定是台语对，比如讲台语对英语的资料，可能就是咱就各种语言拢互伊落去看。即个阶段结束以后，咱再来教讲要安怎用英语来换甲台语。安尼有啥物好处咧？就是讲，其实伊伫第一阶段诶时阵，伊可能虽然讲伊看过遐侪种语言，伊就大概知影讲语言到底是啥物物件，啊，伊有啥物款诶结果。所以咱伫第二阶段可能需要诶资料就无遐侪。安尼，好，后一张。对于迄家己诶资料诶收集诶部分，进前嘛有伫即个论坛内底嘛有其他诶团队来遮分享，譬如讲拄则有讲着廖教授伊有教育部有一个专案去收集即个家己诶资料库诶计划，啊进前嘛有来分享。啊，第二个是 Common Voice，这是一个针对基金诶专案，啊，伫台湾有一个叫基丁，啊，因进前嘛有来分享，所以大家有兴趣嘛，会使伫 YouTube 顶管登去听因分享诶内容。啊，阮拄则讲到诶部分，伊嘛有小可讲着，啊，即边嘛替 Common Voice 搁较拍一个广告。因为因是因个专案，这有一个 QR code，所以就会当对这个 QR code 去看因个专案。啊，因个目的就是讲，请大家做伙来做讲，台基个基金，因想要建立一个基金个资料库。因为有这个资料，因为对阮拄则有听讲个，资料是其实是上重要个部分。有资料，咱才会当有法度来做研究。啊，Common Voice 因的目的就是讲，恁想要做一个公开，啊，大家拢会使使用的
顾了课。安尼，想要做，若是讲要做研究，还是要做，商业顶个应用，拢会上来用。因上特别是讲，因伫手管的部分，因是用这 CC0 的手管。啊，这个、意思是讲，会当用伫商业顶管。啊，但是因拄则，因即马有拄着一寡困难，比如讲第一个是。因为运作的模型是，因先准备一款华语也是台语的文字，啊，请大家自愿去顶管去念迄个字，迄块字。啊，所以第一个我听因的分享，第一个困难是，因需要足侪即款大家文字啊，而且是 CCC 的手管，所以所以这是第一，但是这部分因就。较歹找着，所以这是因第一个困难。啊，第二个困难就是，即马个较少人去读。比如讲，台语因是旧年开始即个专案，但是到即马才收十一点钟。啊，但是其实阮伫做基金顶管是需要足侪资料，比如讲几千点钟还是几万点钟，所以这部分就是需要大家做伙来做伙来合作。啊，比如讲。其实其他的语言内底，因拢，比如讲维吾尔语，也是讲香港的广东话，因嘛是有顶悬，即嘛嘛包括点钟，所以咱大家即个部分是也会使大家讲共同来合作。啊，所以即部刷落来，就想要讲有听到我对大家人工智慧科技的想法，啊，对有听，才先开始。哦，就是其实，这个台语甲英语语音翻译的这个模型，新闻拄出来时阵，我都会记得有真侪人其实真欢喜，啊，就是可能讲，因为安尼人工智慧的发展，咱可能学语言会较简单。啊，毋过其实我感觉有一个电脑病的角度来看，就是若是你这个翻译的模型，你做甲真好。安尼是毋是你本来袂晓台语诶人，伊其实都无虾米理由爱来去学台语诶。所以我感觉其实人工智慧目前一个扮演诶角色，抑是一个工具。啊，咱爱安怎透过即个 AI，抑是讲人工智慧诶模型来帮助咱学台语咧，就是我感觉对。我感觉大家要提升家己本土语言的这个意识，那是真重要的代志。啊，若是安尼，咱就会使用人工智慧来辅助咱的学习。比如讲，你若是即摆会晓讲，啊，毋过未晓写，安尼你有时阵你都无一定都要去查字典，伊可能就用一个语音辨识，啊，伊随就甲拍出来互你看，安尼就比你去查字典一个字查加较紧。过来就是，比如讲。即、这个话事，你临时都袂晓讲，安尼你可能伊对翻译较熟，安尼你就会使用即个翻译个模型，安尼伊就会使互你一个答案。但是即个答案其实咱嘛是爱较斟酌去看，因为就像咱拄仔有示范过，伊有时啊会互你错误个答案，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方便性啊，就是你若是讲即马临时无人会当问。啊，查一点你也贫惰，你就会使用这个语音翻译的结果来给你辅助。但是拄啊，遮个部分，我是感觉讲，即个人工智慧科技会继续影响咱个生活，而且会愈来愈重要。而且我感觉有一个放大个作用。我阁会记个进前个论坛，有一个石破万兄又分享一个题，啊，阁讲一摆，伊即个故事是安尼，伊就讲，伊伫个坐公车个时阵，伫公车顶悬有。这个公车的店，每一站的名，啊，但是，伊看呢，这读音毋是就正确，比如讲大学，伊讲大学，啊，毋是大学，
但是久久啊，伊就有一天，伊就听到，伫咧坐公车，一个囡仔甲伊妈妈讲，啊，妈妈，后一站是，我知影是啥物啥物大学，伊，对，这就是一个例，讲，若是，人工智慧诶，产生诶内容有错误，这，大家久久啊，大家就惯习这错误诶讲法，颠倒毋知影，正确诶讲法是安怎，所以我感觉，人工智慧。因为咱会用搁较侪啊，伊有一个放大的作用，所以我感觉讲发展即较正确，而且较合台湾人需求的台企的人工智慧科技真有必要。比如讲伫咧做研究内底对台企有伊家己的困难，比如讲大部分即马无一个。大家用的大部分拢小可无共，无一个足统一的大部分文字。这个问题，譬如讲，伫个文字的翻译的，顶端可能有困难啊，需要去做搁较侪研究，讲安怎翻造，才会好才会模型翻得较好。啊，第二个就是，拄则有听有讲到，变调的部分，变调代志足复杂嘛，需要就是讲进行的rule base 的方法，因为有足侪例外，所以rule base 嘛就困难。咱爱需要安怎用更加侪更加侪资料去甲变调的部分，学较好吧，需要更加侪研究。但是需要研究即款人工智慧模型相对来对，拄则对嘛，讲着讲。资料库是上重要的第一步，而且毋敢是爱足济嘛，需要搁较可以开放。比如讲，即马伫线顶其实足歹找着即款台机的开放的资料库。有可能有足好团队因有家己资料库，但是因开家己的资源去收集，嘛。不一定会当open source 大家用，但是这就和做代际人工智慧的研究，其实会真正就是困难。比如讲，若是有一个教授想要家己的学生伫课程内底试看卖代际的即款模型，但是即马足歹，其实足歹找着迄款的资料，所以嘛无法度和大家安尼开始试看卖做即款的研究，所以开放我嘛是。我认为是另外一个，真重要的部分。对，这就是咱两个人对，人工智慧模型对，台语的看法。所来最后一部分，阮就想着讲，除了人工智慧嘛，是有其他的科技会使帮助阮，学台语，比如讲。我这边有想到讲，比如讲线顶的课程，有较方便。比如讲，查囡仔时间上较无，较歹配合，实体的课程，若是有录影，还是有较方便。线顶的课程伫，有时间的时阵会通去看，这是就方便。啊，即马嘛是开始有，一款线顶的课程，啊，这是真方便。啊，第二个是，社群网站的部分，比如讲，我开始想要知影搁较侪台语的，安怎做学台语的资源啊？大部分的来，大部分资源的来源拢是伫比如讲，平台顶端看到。啊，我感觉社群网站嘛是真重要，比如讲会当加有小可有共款兴趣、有共款目的的人，牵做伙安尼。啊，另外一方面，我感觉，比如讲。若是会当用基金来传讯息嘛，是较方便。譬如讲，阮爸爸妈妈伊其实，譬如讲，因袂晓用大陆。若是我有问题想要问伊讲，即个字要安怎用，要安怎讲，因就会当用录音的方式，甲咱讲安尼。所以这是我想着，比如讲，其他的科技会当帮助大家的部分。阿叔来车，有点分享。哦，我家己较有感觉的是，即个书籍化的部分，因为大家
我又应该以前大概拍是，无就是用迄个教育部的书记判，无就是用迄个新闻来。啊，毋过即马电脑有迄个遗传的书记判，我感觉是加诚好用，就是你免一个字一个字加算。但是手机啊顶悬都要无，所以我就感觉有时啊想要拍台文，啊，但是因为用手机啊较无方便，我都会较贫惰安尼，所以我感觉以后若是。就是大家来投入家己的科技，这个数字化是正重要的这个部分。过来是这个台语文本的数位化，这个其实我是有看到正侪人都有在做啦。但是，就是我感觉，比如讲，有的是白话是较早的资料，啊，有的是比如讲，我找较早的资料，但是，就是像迄个评审讲的，就是。有一寡资源其实是无虾米法度，毋知影是因无在宣传，还是安怎？就是我嘛是学台语足久，我才知影某一寡网站会当看到遮个资料。啊，过来就是有一寡，哦，对，迄个杨光兄有讲，手机有一个拍台语甲罗汉卡，但是即两个就是我嘛有在用拍台语，但是因就是你拍一个数，你都要选一届；拍一个数，都要选一届。都无像可能，你若有用过 Google 键盘诶注音输入法，安尼，伊都是较伊都会甲你拍一个一寡习惯，甲你学起来。啊，搁来迄落台语文本即个部分，我感觉嘛是，而且即马就算已经有一寡文本有数位化，但是我感觉。要无啥搞，比如讲有诶是，伊是做扫描安尼，所以你看到就是图片，啊无就是讲有诶有人咧整理，但是量伤少，我感觉若是即部分会当有较侪人来投入，安尼对咱学一个较深还是较罕用诶词，都会有帮助。因为有时啊我看到即个词，啊，这可能即卖诶人拢较未晓。我都会想讲，会使去边只文献来看，就你对这个书的感觉都会较准确安尼。差不多，咱的内容差不多就到安尼啊。所以来，就看大家讲有啥问题，还是有啥物想要讨论的部分。有一位迄个美容院哦，牙手，咱会使请医生发问。我有两个问题，吼、哦，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头拄仔讲到迄个 Common Voice，迄是爱家己用录诶，还是讲，咱会当讲将咱有诶迄种台机声音当家直接加用去顶管播音？哦，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啊，头拄仔有讲到讲，即卖虽然讲有。他都讲着讲希望每一个在做台语医疗科的研究，这些人，因会当从因的迄个医疗科甲开放分享。啊，这目前来讲，毋知影讲敢有啥物款的方式会当去做这件代志。因为从以前到即马，咱拢会常常听到无共款的工程师。因即马咧做遮个代志，啊，毋过敢若欠一个啥物款个方式，会当将因倒做伙，将因个资料做伙使用安尼。我会当来回应。敢有听着我个问题？有，我有听着。我来第一个问题是，Common Voice 迄个专栏，我来，因之前有分享过我只是来搁分享一摆因个平台。第一个问题是讲，咱敢会当用家己录个物，家己录个部分，传递因个平台顶端。即部分我知影是应该是袂法度，因为因需要，因为因手机个是。台机的文字到台机的基金啊，所以呢，界面拢是
首先收集好诶，即块文字啊，大家去干人会当去讲尔。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就有啥物款诶方式会当甲即款比如讲做大气研究诶人，比如讲大组会，我感觉我感觉可能有几啊种诶方式，比如讲有人伫咧做诶是，比如讲伊家己伫网络顶端找着诶大气记录块资源，拢收集做伙啊，伫一个页面顶端，啊安尼就较好找。啊，第二个就是伫国外，譬如讲学术界内底有较常常伫用诶方式，就是举办比赛，譬如讲每一档。比如讲，文字环境每一当中有一个较大的比赛，叫做 WMT。因就是讲，因有先传文字的，譬如讲，才有无同意见的文字的资料先传做伙，啊，大家就用即块的资料去训练伊的人工智慧的模型。啊，这一方面是会当有一个平台加。这块资料拢收集做好，第二个部分就是甲有兴趣做这块研究的人到做伙解决同一个问题。因比赛以后，大家嘛拢会写论文去分享讲因的做法是安怎啊，发现啥物好的方法，还是啥物好的治疗以后会较失败安尼。其实第一个部分真正廖教授嘛有办有举办去。办几个台语方面的比赛，啊，因为论文嘛有分享，我感觉伊嘛是一个较好的方式，所以对于这两个问题，安尼做分享。咱即马刷来，阁有一位国良毛牙手，家己会当开你的麦鼓。冰林甲刘婷吼，多谢恁半工啊来解说个足简单吼，我知影是足困难的。主要吼，这个 Google 最近吼，佮有提出36种语言的翻译，内面嘛有这个五个吼，因讲五个的人比咱加足少的，所以唔知影。恁两位也是其他的听众，知影Google 有咧做台语的翻译无？唔知。平林，恁敢会当回答还是有点 ？Google 敢会做台语的翻译？我嘛唔知。可能伊拢唔知吼。咱即马阁有梁光兄举手，梁光兄问了有 JR 住伫 Houston 的 JR 嘛举手，梁光兄你先问。我是要刷接这个米粉丸的这个问题啦，哈，就是讲有关这个要安怎授权出去，譬如讲，像咱这个世界台文化论坛来做的哈。每一遍咱伫这个名册顶头的时阵，咱拢会先写一个免责的声明，哈。基本上是写讲本论坛的录影、影片甲讨论室顶的文字、影音档案的公开，正做研究、教育、宣导等等方面来使用，哈。参加世界台文化论坛，就表示无条件同意以上的做法。安尼变作讲。是安尼，敢有教育？譬如讲，人迄、那个，那譬如讲，有一挂研究的单位，要来甲咱讨遮个资料，当然咱嘛是真愿意公开啊，哈。所以就是讲，咱嘛是爱防止。我想是会来参加咱这论坛的人，应该大家较无问题，才对啦，哈。毋过，咱变来来个写哦，较熟悉的、较完善的，让大家了解。你入来遮，你就是表示讲，你就是所有你的讨论也好，还是讲
你讲话也好哈，还是讲包括劳力这个咱的切入的这些资讯，就变作讲你放弃你的权利安尼。所以我敢会当请问平林哈，你这方面你较检测你较有咧接触哈？对，这个部分其实我感觉可能需要，譬如讲较捌法律的专业的人来斗相共，因为譬如讲甲著作权迄边较有相关的专业的人，譬如讲伫公司内边，譬如讲若是爱做研究嘛，是有法律的人伫看讲若是。用这块资料，因为授权是啥物啊？咱会当做啥物款的应用啊？所以这部分，若是爱，譬如讲要写搁较好的，譬如讲consent form， 就需要较捌法律的人来到时讲安怎写才会清楚啊？才予大家知影讲这资料会以后会可能会用到用伫啥物款的所在啊？才袂。产生一块误会，安尼，这种来说哈。因为问题是讲，咱这拢是迄个公开性，啊，拢自愿性的啊，啊，咱嘛无公司，咱嘛无迄种裁条讲去找律师甲咱写，所以咱是干呐应该会当讲 do our best 啊。安尼尔尔，啊，我是唔知影讲这以后会有啥物款的法律的争议啦，哦。其实，佮。我要讲问较清楚诶，就一点无了解，就是咱即摆有录影嘛，吼。啊，所以若是讲对语音诶人切入去了，是毋是即个影像就拢未出现啊？敢是？就是干来诶，干来有影音诶部分，安尼尔，敢是？伫 YouTube 顶端即摆是影像加语音拢有啊。若是讲，比如讲分享互做研究的团队，咱嘛会当，譬如讲，干那摕迄个古建的部分给因安尼，啊，因就无即款影片安尼。嗯，这是会当做的。啊，所以咱若是干那摕咱遮 YouTube 的资料给伊，啊，伊敢会当干那讲出即个影音的部分就好。嗯，这是会使，这是会使。会使，可以。好，多谢。现在请迄个 Houston 彭老师。我是 Houston 的 JR。今麦我是有一个感觉的吼。恁咧讲着哦，对恁两个官员来讲，他过来讲着讲母音的资料欠缺吼。我是有想着讲，目前这个台湾教育部。你讲的这个闽南语的资料库，哦，因为伊内面吼，伊有字的发音，伊内面也有迄个一字词，伊嘛有发音，啊，有当时啊，伫词的发音内面呢，伊个有例句，几个例句伊有写出来，但是目前是还阁无迄个语音库，吼。啊，我咧想，若是即个物件，若是对恁两位研究员来讲，我即个资料库对我来讲，吼，前到当我若讲找着，感觉拢较毋捌的台语，我会经过遐去找。啊，到目前来看呢，差不多90%+，吼，我拢会当找着讲，伊咧写的文字。比这个闽南语的这个书店吼，拢有去找到。哦，譬如讲有一个咱咧定定哦，最近我即马知影讲叫做端碟，哦，端碟的台语，啊，迄个端碟呢，迄阵我毋知影啥物意思吼，啊，去找闽南语书店嘛拢有。哦，啊，我意思是简单讲来讲，恁敢对这个需要过，恁敢有捌去？去甲看过，还是去接触过，讲这个资料库会当会来用，对恁的研究那方面，敢有这个资料库有一个正大的帮助伫咧？这是我的问题，多谢。有听你那边有啥物想法？嗯，
我是知影讲教育部有即个资料放着，啊，毋过其实因为咱即卖大部分做诶其实是一句一句安尼，但是教育部顶悬伊可能录音档，伊拢是一字一字我都结束安尼。啊，若是安尼资料爱摕来用，你可能就是爱就是用教诶，就是你甲无共诶字安尼，就是接起来。但是这对咱训练模型来讲，咱需要的资料形态其实是较无同的。咱希望是有一寡句，安尼你伫做训练的时阵，伊看到拢是一句一句。所以你训练好势，啊，你去甲讲话的时阵，你讲嘛是一句嘛，安尼伊的模型，伊甲伊测出来的物件才会准。但是你训练的时阵，你拢是用一个字一个字，还是一个数一个数？安尼伊到尾啊，伊可能听你讲一句完整的话，伊都会听无，所以是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接这个问题吼，我就是讲，伊这个伊这个编辑内面有伊好处，就是伊有一个例句，伊对迄个单字来讲，下口有当时也有词吼，词有当时也会讲出来，但是目前。伊有例句，哦，伊有例句，差不多逐个字伊拢有例句，伫写伫遐。但是目前是犹阁无，敢若无迄个讲出来诶语音尔，哦。啊，若准讲即个语音若有法度，即个句啦，若是讲经过你诶研究单位诶申请，有法度通甲迄个句，伊甲念出来。啊，我相信。这个物件对恁研究会做有帮助，因为遐例句，我咧讲是例句，哦，伊个一字字内面下骹伊大部分拢有例句，这个例句伊已经拢有写出来啊。啊，恁若经过一个足底时间，会当甲这例句，已经甲用作恁个这个书里个语音库内面，我咧想是讲应该伫恁个咧找个范围内啊，应该有足足。把这个时间上的作缩减，那准则讲恁还袂想到，哦，这个对这个方向去找，那是讲教育部会当去用迄个著作的版权问题来当解决。我想恁咧找的对这个闽南语书店内面去找，应当是真好的一个所在啦。因为已经有例句，文字已经有啊，是干那迄个语音还袂去。阿未去写出来，阿未去读出来尔，多谢。因为廖教授应该会当，可能较知影我咧讲啥。那是教你，哦，林清国。JR， 我今日当甲你迄个讲看卖啊，哈，回答看卖，啊，若唔对，甲请即个恁两位来甲我纠正哈。照我理解，就是讲迄个。你若是安尼，就是遐例句，若是搁叫人去读吼，就是含根本上就是含有去叫人去读一篇小说，共意思啊，对无吼？对，我唔对。而且吼，而且即个廖教授嘛有讲过嘛吼，就是讲用文本来读音的吼，比口语的搁较歹啊。比如咱即摆上好的音语料库，就是讲咱即摆伫遮咧开讲吼。啊！伊用即搭甲录起来，啊来音对音，因为伊即个模型基本上是声音对声音啦，无阁经过文字啊。啊，我安尼回答敢有正确？是毋是请右定还是请评论？我感觉我是无遐清楚讲迄个教育部的字典伊个授权是安怎，但是。那是伊只个例句会使放去 Common Voice 啊，有人念，我感觉可能是会有帮助，无毋对。啊，过来拄则是哦，过来迄个文字个部分，就是你若即马你着有华语甲台语安尼翻译个文字，其实嘛是会使去训练迄种文字翻译，啊，毋过着甲迄落语音着较无关系。啊，就是讲。看伊授权啦，就是伊授权也是 OK， 安尼，这都会使放去 Common Voice， 应该都是对即个台语的资源是有帮助。兄弟，你敢有啥物补充？就对，就拄则
龙光兄、龙光兄甲玉婷讲啊，我拢就赞成。啊，另外一部分想要补充的是，其实教育部会另外。我感觉我无详细去算，但是我感觉，譬如讲，伊若是一个词对一个例句，安尼其实伊个量可能较少。啊，第二个部分是，其实，袂安，第二个部分是，搁较伫实作上搁较困难的，可能是，咱需要去用人去教，迄块资料整理甲，较好使用的，格式还是格式啊，所以。这部分对于每一个资料的来源，拢爱需要人都去做啊。但是那是所以我感觉需要有一个团队，还是一个社群，特别去把这块困难收集起来啊，大家就变跟对头安尼做一摆。所以我这块其他的想法。是啊，我来补充一下吼，歹势，我来补充一下，这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讲伫即个教育部迄、那个，若是讲了到时，也是恁两个若有迄个机会会去看。我要讲的，就是含杨光兄咧讲的，伊提出来的例句呢，就是已经对我所看到的，伊咧写出来的例句已经是算作足平常化的一个真正的例句，毋是刁工去找的啦。就是讲，伊用迄个词做用例句出来，迄个例句做出来，就是平常时咱咧讲的用伫迄个词的迄个所在。啊，既然若已经有人做安尼出来，咱若要用即个语料、即个语料库的时阵，对即大家去找，就是你讲出来，你已经嘛袂当讲，嘛会当讲是已经有一个文本，还是讲无一个文本。是讲人已经有去找出迄个语句，啊，佮已经替咱找出迄个文字，两个拢斗了真端正啦，就是讲斗了真速配啦，就若像咧读单位老师的哦一个小说共款，但是伊伫迄个词典内面已经咱找出迄个句，会当来输着迄个意思。所以我安尼咧找，因为有咱要教台语的吼，我是真够胆感觉去找，感觉讲。若是要阁对即个语言直接去拍，讲英文直接去拍英文哦，对英文直接去拍台语，即个只个例句找出来，应该是真有大、真有帮助伫咧。迄是我诶想法啦，多谢。咱即马吼，迄个带着川岛诶品酒野手，啊，另外我伫迄、那个开讲先吼，我有看到迄个 Grace 伊讲 Facebook 的 Meta 有开发 AI 代替语文翻译的功能，有影片伫 FB 的广告。我想迄个评论就是伫即个团队吼，这我想咱大家拢知影，咱迄个伊就是伫即个团队。啊，咱即马请品质来问问题。哎，大家好，我是品吉。啊，真多谢迄个两位主讲者吼，尤婷甲平林，今仔日来甲大家讲，翻译迄个技术的进展。啊，关于迄个翻译的技术吼，我遮差不多有三个问题想要请教。第一个就是就我的了解，迄个传统的模型是差不多有三步就对啊，因是做语音啊，翻做文字，啊先翻做文字，再用传统的方式，比如讲中文。你语音中，华语的语音变作中文字，啊，中文翻英文，啊，字对字翻译了后，再搁用语音学习的方式，再把迄个英文字搁变作语音，做音对字，啊，字翻字，啊，字搁变音，所以有三步嘛。啊，我的理解就是，我看到即马即个 Meta 咧做的是，算讲减一步嘛。头拄仔恁介绍是讲，语音啊，翻作数字嘛，就是变作一个编码，啊，搁直接翻作英语的语音，安尼变作加两步，音对即个编码，啊，编码搁变作语音直接对语音的翻译。啊，我想要了解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每一步的翻译，也是每一步的迄、那个text to speech 还是 speech to text，拢会有错误，啊，是毋是因为恁即马做的方式？减一步，所以即个技术有算讲有进展是伫遮，敢是因为减一步错误，就
会变少，这是我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讲，传统的文字对文字的翻译，因为文字是离散性的资料嘛。啊，若是语音对语音的翻译，语音是连续性的迄落资料。啊，恁咧处理语音对语音的翻译的时阵，讲要转做一个数字的编码，因为我唔是学工程的人，我是学语言学的，所以我较无了解这方面。啊，迄个语音要连续性的资料要转做数字的编码的时阵，恁使用的单位，恁会先做一个处理嘛？啊，恁使用的单位敢有做啥物款的处理？比如讲是用音节做单位去等音，还是用音素，就是 phoneme 来做等音，还是用啥物款的方式来甲转做数字？就是我无了解，因为也是讲完全无去控制，就是用所有的资料拢当做一个点去处理。这是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连续性的资料，恁要安怎伫语音对语音翻译的时阵去处理？啊，第三个问题就是讲，头拄讲的迄个变调，因为恁即摆用的模型，我听起来就是无去处理迄个数类的标记嘛，就是无去处理句法，无迄个文法的概念，就直接语音对语音啊。啊，因为毋是像较早有文字对文字，你有即个资料会当做迄个数类的标记 POS 嘛。啊，若是即个情形之下要处理变调，头拄有讲另外一个方法，我听无啥有，就是讲。你若无输对标记的这个过程，啊，台语的变调，大家知影讲这是，咱知影这是迄落句法有甲句法有牵连。啊，你若无处理句法的时阵，要安怎用这个模型来直接处理变调？嘿，这个我差不多有这三个问题，多谢，歹势问就这。Yeah，OK，你认为什么人要先回答？决定你有讲无？我先好，我无我先来讲一下。我感觉这三个问题拢是问了真专业。就是第一个问题是讲，是不是因为减少翻译这步，所以表现较好？我感觉这是真有可能的代志，就是因为真正就是你拄仔都讲着讲，每一步拢有一定的几率会错误嘛，所以你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是。加个所有的错误累积起来，啊，若是你直接安尼翻，问题就是可能会较少，安尼。啊，第二个问题是讲，第二个问题是，是讲在用这个语音的资料的时阵，因为伊是连续的，啊，阮是安怎去甲用作一个单位安尼？其实这都、就是，我拄仔讲模型其实是足简化来讲啦。啊，若是讲爱去一个较详细去讨论，伊到底安怎处理咧？一般来讲，咱以前是较会去用你讲的，就是甲这个 phoneme 有关系的物件。但是即马因为咱其实是较希望讲机器家己会教，才会自行学起来。所以咱大部分拢是先可能就是几秒钟，毋是哦，是几。毫秒对，几毫秒安尼甲切一段，啊甲你都甲规个迄个音档拢切做几啊，可能几啊千段，安尼啊每一段落去做一寡处理，安尼伊就会使代表你可能即个真短的时间内底有啥物自信安尼。第三个问题是讲，第三个问题。这个声调的问题，这个其实嘛是，就是我感觉你讲的真好，就是咱若是有法度用文字啊，甲伊的可能做 POS 安尼，甲伊的每一个属性拢标出来，安尼模型做起来一定是会较简单。啊，不过这都会拄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讲，啊，你要安怎甲遮的属性标出来？因为你即摆无一个真好的模型去做这件代志。啊，我有看过人去做这项代志，是用华语的模型去做，但是安尼你都是未做甲真好，会使安尼讲。所以咱即马都是用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讲，因为咱即马咱电脑的运算资源愈来愈侪，所以咱的模型嘛是愈来愈大。咱都希望讲安尼，咱就试看卖讲，这个物件拢卖处理啊。机器会家己甲学起来，啊，
我拄仔讲，你若是有抽一寡音管的资讯，或即个模型，是讲，就是你若特别互伊即个数字的资讯，伊可能都较有机会去看到遮个规律呢。但是安尼的好处就是讲，你嘛毋免用手，也是讲你爱先训练一个模型去标遮资料，才有法度做。所以我感觉这可能是一个现实上的问题，对。咱这样评评有啥物想要补充的无？对，也听讲啊真好啊。关第三点，第二点，还是要袂记哦。第二点，是安怎去用基金人手的部分啊，去做一站一站的。即马嘛是讲，训练的时阵啊，其实阮有用足侪家己的基金的资料啊，用模型家己去学讲，多一个部分应该是钢结晶，多一个部分是钢结晶，有可能诶，伊家己学讲一块诶理想的单位安尼啊，所以即部分伊模型对家己对资料内底家己学起来。啊，但是迄个无一定会对应，真正对应到，譬如讲，一站一站的印证安尼。啊，第二个，第三点，对讲变调的部分啊，这，我无去做这款研究，但是我想讲，若像咱有搁较侪，譬如讲台企的基金，咱就会当互无形去学讲，啥物时阵伊的调是，是变做啥？啥款？比如讲，伫即马，伫文字顶端，另外地区的 AI 模型有一个模型叫做，比如讲，language model， 就是讲，甲即个模型看足侪文字，伊就会讲，伊就会当知影，或者知影讲，即文字是安怎写，才会顺。啊，我想讲，同款的道理，若是咱有足侪正确的台语发音的。基调啊，模型冇应该冇可能讲，学着讲，变调伫虾米款的时阵，学着虾米，而且，根据做研究的人有发现讲，若是无特别标志啊，互模型看足侪文字以后，伊其实咪学着小可啊，比如讲知影这基根的结构是怎安尼，所以。另外一条路就是，比如讲，进前是用 rule base， 但是我家己要的就是，若是咱有足侪资料的时阵，嘛有可能用 data driven 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是我准备补充的部分。啊，其实我有看到廖教授有伫个线顶，若是廖教授较专，对家己研究这部分较专业，若是廖教授有啥物想要回应的？部分嘛欢迎你当跟大家讨论下咧。要请廖教授回应进前，廖教授你要回应 ，OK？ 哦，无啦，我本来刚是只听尔啦，所以听就无人叫我名。啊，我想要拍广告啦哈，就是讲过来哈，过来四年哈，我要做导播迄个职位嘛哈。啊，这个计划吼，阮爱真侪人吼、哦、来找阮台语的声音转做文字啦，哦，所以后来阮会，阮当下咱们系统吼弄好的时阵吼，阮会有一个 announce 哈、哦，要找人来做安尼吼，啊，这是负责，这做法是安尼啦哈，就是讲，阮会先准把材料准备好，哦，电脑先把，先拍一遍，啊，所以电脑先有一个，文字出来安尼啦哈，啊，但是电脑做的一定有唔对啦，啊，所以落尾阮会叫要找人来过来检查一遍安尼，啊，这到时阵阮会有一个人事处理哈，啊，希望大家有趣味的都来参加。哦，啊，这是有薪水的啦，啊，会付钱的，安尼啦，啊，所以先嘛，大家来到三江安尼啦，哈，啊，这个部分，我主要是要把台语台哈，
公司台语台的节目全部都转出来。啊，想要甲今日大家在讨论这吼，这大家弄个转出来安尼啦。所以主要是安尼吼，这阮家己做无到啦，这啊真侪人来斗相共。好佳哉吼，这教保就出钱啦。所以希望大家到时阵吼，来斗相共想法趁煞钱安尼。多谢。小廖教授，啊，即马迄个单雷小说家单雷吼，伊有握手，吼，伊住伫加拿大，嘿，外书。多谢。我即个技术方面吼，即个电脑技术方面是100%啦，吼，所以我即马小可来讲即个技术以外诶，即个方面啦，吼，第一吼，即个。咱最近有流行一个名词叫做“外头族”吼，就是咧讲咱的爸母、咱的阿公阿嬷迄代吼，看到囡仔就为台语讲做华语安尼啊，挖一个头啊，怎啊变过吼？最近吼，咱真侪少年人吼，成立一个另外一个外头族啊，吼，就是讲吼。看到囡仔就为华语变作台语啦，吼、哦！我是安怎来讲这个两个外头族，因为吼、哦，我感觉我知影因这两个外头族吼，这个动机甲心理吼、哦，完全无同啦，吼、哦！这个咱的爸母、咱的阿公阿嬷吼，外头吼，是为着咧考虑讲，要好这个囡仔吼去学校啦，还是去社会，吼、哦？会当对人会着，安尼吼，经济上啊，职业上啊，但是即卖第二类的外头族吼，我想动机都完全无相啊，吼、哦，这是一点吼、哦，所以为这点吼，我好奇啦，我好奇咯，要问这两位讲者吼，因家己的经验就是讲，因外头了吼，伊的第一个外头族的反应是安怎？因特别是因即卖对你的孙啊，对伊的孙啦吼，语言的态度变作安怎有改变无吼？第二点吼，是较快的问题啦吼，是可能一两百年了的问题，就是讲吼，关于即个 AI 的发展啦，吼，我是感觉较悲观啦，为什么呢？这个 AI 发展吼，一定对咱人，吼，生活每一个方面拢会足大个影响，吼，这个到尾啊吼，是毋是会取代咱人，吼，甚至变作控制咱人，哎吼，就是讲，咱人吼。这个生活啦，啥物货，文化啥货吼，怎失去一大部分，甚至怎机器化去，是毋是？这个可能性，吼、哦，偌大啦？我个人感觉讲，我是真悲观啦。可能吼、哦，甲原子能的发展就像，会当变作原子弹，嘛会当提供原子能。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大家来稍微激头脑一下，多谢。无，我先来回应。我第一个部分着，我就是有看到这两个外头族的部分哈，着啊，无我分享讲，阮着第一个是着我。我甲阮某开始对囡仔讲台语的台语以后，是去年休冬的时阵有转去台湾，咱就爱需要提醒阮的爸母讲，讲爱甲恁的孙讲台语，有时阵爸母就会袂记，但是甲因提醒几下摆以后，因就较习惯讲对孙嘛讲台语，尤其是。另外一个部分是我第二个查某囝，伊即马干那会晓讲台语尔，所以对伊个部分，阿嬷阿公阿嬷对伊个着适应搁较简单安尼，因为伊着
大家人讲台语做一个回应。啊，第二个是我这辈，我甲阮某对阮的爸母，这部分就嘛是同款，嘛是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啊，但是另外一点就是讲，开始讲台语以后，阮爸母向发现讲，有一款事因白记要安怎讲。啊，因就开始去讨论，啊嘛是去问别人，啊把这块物件都捡回来，因为就因为嘛是伫做工作，因拢即马拢，譬如讲伫台北过多少几啊十冬嘛，伫做工作的时阵，啊生活嘛是，足侪部分用华语，所以有发现讲啊有这块物件，需要去甲别人讨论，啊就发现讲啊对，因细汉时阵就是安尼讲安尼，所以这块观察，啊。第二个题目较大，我甲对啊，我唔知道，简单分可能是讲，人工智慧应该愈来愈强，愈来愈方便。啊，但是我嘛是想讲，甲有点共款，进前分享共款，其实人个部分是上重要。咱来安怎去使用这项科技，来可能以后咱需要啥物款个限制，还是讲啥物款个法规去？去避免讲诶，人去甲人工去智慧去用伫个歹个所在，即块个课题可能是需要一直去讨论个。啊，第二个部分就是讲人可能嘛需要去适应讲要安怎甲使用，还是讲发展家己个能力。加人工智慧去互补安尼，譬如讲，一款较固定的，较固定的诶工课，会愈来愈好，人工智慧去做。啊，若是较有创造性诶，较有创意诶，就这块诶部分，也是人较适合去做安尼。所以咱可能。人类可能爱去想讲，咱应该安怎甲人工智慧去做分工安尼，是一块想法。啊，看有停遐，敢有啥物想要补充的？好啊，我来讲一下，就是迄个问题是讲外头种啊，其实我感觉我较无体验到外头种，因为阮阿嬷本身就是伊无啥物会晓讲华语，所以。对于什么人拢是讲台语，啊，但是阮爸母因为阮母是客人，啊，阮爸是河洛人，所以因平时也嘛是拢讲华语，啊，对我嘛是拢讲华语。啊，我开始学台语加客语以后，其实有问过因，就是甲我讲因的母语，但是尾啊，其实我感觉阮母遐是较成功，就是伊会甲我讲客话，啊，但是阮爸这边伊都。较无伫注意者吧，我是安尼感觉。但是我头前我较接看到的是，可能就是，若是去买物件，啊，迄个头家甲共一辈的人，拢是讲台语，啊，但是对我伊就讲华语安尼。但是若拄到即款，我可能就会试看卖，就甲伊讲台语。啊，有时啊，因都会感觉讲真亲切安尼，啊，对我都特别交谈啊是啥安尼。啊，第二个问题是讲，我感觉迄个陈瑞先生的意思可能是问讲，以后 AI 是毋是会当可能发展出自我的意识，安尼啊，然后来取代人类。我感觉其实，因为未来的代志，啥人拢讲袂准。啊，毋过以即马发展的这个程度来讲，应该是要袂，就是伊要是停，要是留伫一个会使做人的工具。啊，毋过伊。自己是无法度，就是伊是无想法的这个物件啦。啊，因为我感觉咱即马训练的即挂模型，伊其实拢是看过大量的资料，所以伊这个模型我感觉都是你会使加想做是一个可能是数学的公式安尼，所以伊本身是无讲特别有啥物想法，伊都是累积遮个资料尔。啊！但是以后敢有可能会当做出甲人真正足相像的这个人工智慧，这我都无确定。不过我家己的想法是，
都算会应该嘛无遐紧。啊吼，就是诶，咱即卖迄个咱最后一个题目啊吼，我看迄个国良兄有野手，啊，另外伫迄个 chat room 吼，我看蔡兴先生伊有提，伊有一寡关系 AI 的 information， 伊放伫遐，恁有兴趣，恁会使甲伊即个 link 吼，甲伊。改收起来，啊！你回后了时间，你会当去看。啊，咱即马请国良来问最后一个问题，了我把时间交转去给梁光兄。国良，好，你好，请教廖教授吼，你拄好有讲要把迄个声音变作文字，吼，先写出来，啊，再来看唔对啊，是要用人工的，啊，是要有电脑的 spelling check。我是会电脑先做一遍啦，电脑做了才叫人来做安尼，就安尼较自然。电脑做完要 check 的是是不是当用 spelling check？ 先做这个解释了，这个解释，但是到尾要是爱人来看啦。是了解。所以我伫想的是讲，看电脑有想法度吼，想。哦，想讲先做背声哈，背声正确啊，剩咧两声人来看安尼啦。哦，因为电脑刀要无多完全对哈啊，所以啊，但是全部用人来做上忝啊。啊，所以我想的就是讲电脑先大部分较简单做出来。哦，啊，人去看迄个电脑无多做的部分哈，啊，做大概要对安尼啦。所以目前是安尼做安尼。对，因为吼，我有咧处理这个台罗甲白话字。啊，甲现代文诶转换吼，所以我写一寡code咧转诶时吼，有一个好处，伊会当发现讲你背你写唔对，啊是台罗写唔对，因为现代文拢根据这个logic即寡规矩吼来转，所以转未过时就表示你 spelling 有 check 啦，等于我迄个 code 写唔对。所以我是讲，才有这个好处。你若需要吼，我是建议讲，先用电脑 spelling check 做一届。安尼我有咧 check 吼，我有当可能 paste 一寡台语的文章，还是白话字吼，啊来转现代文哦。有发现到错误差不多加加剩3%、4%、5%尔。好，有这个好处。这我有需要，我会用电脑去检查讲吼，上少爱加教育部规定的。有讲安尼啦，啊，就是爱检查在这部分嘿。这方面，迄个康瑞吼，有甲你联络，伊即马伫台湾，伊不加清楚。好，我再过来问。OK， 安尼各家。谢多谢，迄个国良兄吼，啊，咱即马咱因为即马台湾已经过年啊吼，已经超过迄个，已经是迄个一点外吼，十二点外，就是已经正月初一啦，吼啊，大家恭喜啊！我即马咱今仔多谢两位讲者啊，咱甲时间，我甲时间交予梁光兄。大家新年快乐啊！啊，今仔日听这两位少年人来遮分享吼，我感觉咱对未来一年吼，加真有希望啦，吼啊！咱这个论坛的这个宗旨哈，就亲像讲，即马伫台湾，足侪人拢要求讲，唔是干那讲，你学校啊，你教台语课安尼尔尔嘿，是根本上是要用台语来教所有的课啦哈。啊，咱这个论坛就是同款，就是讲，基本上咱是要用台语来论所有咱台湾人生活中会面对到的问题哈。啊，因为咱不是即、這个安尼有一个足重要的意义，就是讲咱台语要对现代生活吼对开起来。因为过去咱接触现代知识吼，真侪拢是透过华语，所以难免讲一寡较现代的科技，还是讲较现代思想吼，咱台语较无够个的思维通来表达。所以咱来用台语来论所有无同款的代志的时候，即个袂是咧用 AI 吼，咧甲咱训练安尼吼，需要大量的资讯啦吼。啊，所以我来介绍咱后礼拜，咱即马有看到咱的我分享的物件，大家看到啦吼。有。敢有看到？有看到。
所以咱后礼拜是要请一个，即、这个即摆住伫纽约个哈，啊，伊已经来伫美国二十档个一个纪录片个导演哈，啊，伊拍即出电影哈，咱会当先去看啦哈。啊，所以若要参加讨论的人，哈、啊，先去看电影。啊，伊的电影差不多是九成以上是用英语啦，哈、啊。啊，剩的两成，剩的那一成是用迄个华语啊，一挂澳洲语，哈、啊。啊，不过咱要用全台语啊来讨论，哈。啊，这个潘导演，这个导演叫做潘宣武，哈、啊。啊，因为搬来美国二十冬，啊，伊用台语的机会，改成嘛真少。啊，不过因为咱伫即个几礼拜前有放一出度日哈，台湾的纪录片，啊，又来参加。啊，因为安尼先，我甲邀请讲，啊，无你敢会当，有呾来遮分享一下。啊，其实伊的台语已经讲甲，因为无二十冬无讲哈，啊，所以迄、那个。讲啊，无讲真流利啦，吼、哦。啊，不过伊，我感觉讲伊足诚意，吼、哦。啊，伊嘛足有勇气，吼、哦。所以咱后礼拜，吼、哦，咱尽量啊来甲鼓励一下，吼、哦。啊，即、这个活动，吼、哦，咱嘛会当安尼，拜托大家啊，甲斗宣传一下啦，吼、哦。啊，拄则我才发觉讲，我听即个游艇咧讲，吼、哦。其实，咱这个世界台语文论坛，像伊这人啊，关心台语的人吼，伊还阁唔知影讲咱每礼拜六同这个时间，同这个网面吼，拢有举行活动。所以，咱在座的朋友，若是感觉讲咱这个论坛啊，确实有意义吼，咱嘛请大家拢来做咱。做台语文化大赛哈，啊来到推设这个论坛哈，因为毕竟咱台语要做的这个工程哈，足人啊大哈，啊有需要大量哈，啊多方面的这个参与哈，好，安尼我就先啊，甲后礼拜的节目介绍到这哈，啊，假使咱若是有一挂。什么款的想法，会当讲予这个，咱的论坛啊，搁较多元，搁较丰富哈、哦。啊，请来给我指教，来我指导啊。我先分享到这。好，多谢梁光兄。啊，咱今仔日的直播吼，咱就到这结束。啊，咱真搁一摆多谢迄个佩林吼，加迄个优点吼，真欢喜。啊嘛，多谢廖教授。啊，我即马要甲录影停起来。啊，恁若准讲私底下恁阁有啥物代志要讨论吼？即、這个会议室秘书官，迄、那个三万只，你甲迄个 host 转互我吼，啊，咱来继续甲录，甲录一下啦。因为毕竟咱只个录音吼。OK， 安尼我即马阁继续录。OK， 所以咱无要分做两段，咱要转一段，一直录。一段就会使。OK， 我进来。咱即马吼，咱即马是自由开讲的时间啦吼，所以若要离开的人，你着先离开吼。啊，对阮加州的人，阮拄啊打醒起来，所以拄只咧讲咱讲安尼，袂溜咧啊，袂认真吼。我即马打醒起来吼，所以我即马要开始讲寡话啦吼。啊，主要我是要，我要来回应迄个陈瑞兄的问题啦。好，就是讲。其实，这个 AI 吼，我感觉讲主要要防止这个以后这个可能安尼一寡无好的影响吼，所以咱拢有需要讲一个科技伦理啊，吼，就是讲你讲科技偌好的时阵吼，啊，咱就先来讲啊，科技有可能有啥物款的限制，有啥物做袂到的，啊，有啥物款的危险性。所以咱今仔日对因这两位少年人的presentation 来看吼，因都拢有先讲啊，讲这个物件啥物做袂到吼，啊，你台语的部分有无哈？一个台语的部分，啥物物件做袂到，啊，啥物有一寡啥物款的
缺点，啊，爱安那进步吼，啊，这就是科技伦理啦，吼。啊，有关科技的将来，我是感觉安尼啦，吼。譬如讲，即马就是科技，咱来当作一个工具，啊，这是这种工具的转变吼，因为这个工具做得那，做得那，那做得那大吼。啊，唔呢，干来讲工具的改变，其实工具改使用的改变，会改变咱的文化啦。啊，那对无着这批的人，会足不利啊。就是亲像讲，到即阵还阁有足侪住伫美国的人，因为伊的经济的条件，伊无电脑啊，啊，伊厝里嘛无 internet 啊，啊，所以伊会变作讲，离对这个社会的进步会愈来愈慢啦。咱台语族嘛是同款啦，吼，咱台语族也是讲，咱未当对着这个科技的进步的时阵，啊，咱台语族会愈来愈落衰，会愈来愈衰微去啦，吼，啊，所以说就是感觉讲，咱台语的人，不管感觉讲你对这个科技，感觉讲你悲观还是乐观，咱来去用，啊，你若无去用的时，啊，人华语的人去用，英语的人去用，啊，所以咱台语无咧用。所以咱这个台语文化，啊，就愈对人袂对啦。这是我陈瑞兄的这个看法啦。啊，其实即马科技吼足厉害啦，就是讲咱较早无咧讨论讲啥物一挂迄个记者吼咧写文章吼，是毋是伊用 AI 咧写？结局我发觉着证据啦，确实是因真正用 AI 咧写报道，因为阮。一边唔知伫纽约看，还是伫迄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吼，读个文章吼，伊竟然讲同款的这个一个 paragraph 吼，伊头前也出现一遍，后壁也出现一遍，所以我是作咧要求讲，这应该是用 AI 写的。啊，迄个记者急到要发表迄个文章，伊连过去甲读一遍都无，伊就甲发出来。啊，无较有可能讲一篇文章内面一段。同一篇文章出现两遍，同款的文字。哦，我来刷接你的问题啦，哈，刘公兄，这个哈，我拄则讲，我对 AI 这个将来的好处甲坏处，我小可悲观哈。主要是安尼啦，咱拢知影一个新的科技拢有好，会当好好啊用啊，会当用歹去哈，啊这。中国的例就足多啦，吼！啊吼，要安那来预防啊？咱啊较常讲起来就讲啊，联合国来设一个规定啦，吼！你为所在你袂使用做，啊为所在会使做，哈！比如讲，你这个病毒生化的武器化袂使，吼！啊，什么会？反正变作武器的迄方面的技术，咱爱禁止，讲叫大家袂使那样。我悲观就是讲，虽然有这款法律的范围先讲起来，但是呢，这个要违反这个规定，违反这个法律，咱实在无法度通个阻止咧，到即卖为止啦，哦，这拢会人变作武器化去，哦，啊，除非讲战争。会永远无去啊！设施战争永远无去嘛，未当避免人甲人中间的竞争呢。吼、哦，从一国要竞争别国，经济上的啥货？哎，那利用某种的 AI 技术，伊会当探索比别人较赢势。吼、哦，里边的禁止讲伊袂使用起来。所以这实在是足大的问题啦。不过，唔是一巴掌两巴掌以前的代志，应当是可能是安尼啦。啊，其实哩，这个医学方面还佫较恐怖啦。哎，对啊。这个像讲，昨昏啊，当时哈，因咧报道讲，有一挂迄个阿富汗的人哈，啊，因无头路啊，啊，要走去印度吃头路啊。啊，到尾去吼，啊，煞回来煞剩一粒心啦，啊，伊嘛家己毋知影，所以咱想讲哦 ，OK， 咱可能哦，台湾最近嘛一挂人去用
迁移了柬埔寨啊，对不？哈，啊，你中国遐，哦，这嘛是感觉讲总会发生哈。啊，佮较悲哀的就是讲，有一个人伊是知影的情形下，伊卖伊的器官啦，哈、啊。所以讲到尾啊，这种的物件就是这个伦理哈、啊，就是讲伦理就是爱大家爱有一个互相的约束嘛，哈、啊，是法律嘛，哈、啊。啊，我嘛赞成这个。但你遐你讲的吼，这种的物件可能靠法律吼，到尾啊，大家人的心也是歹吼，伊嘛去走空方啊，哈，所以到尾啊，就是讲要有一套信用的体制，哈，这种咱对人类的这个基本的价值，哈，这种的伦理道德，哈，也是讲一个信用，哦，感觉咱人的价值是虾米款，啊，爱。大家人类拢有这种个感觉来想法，当然这还佫较无可能哈，所以真困难啦。你讲个悲观，我是这点我是同意啊，但是我是感觉讲，咱唔通吼，因为感觉讲哦，咱因为这个物件无好悲观啊，咱台语做无去做，咱无去做，别人会去做。所以就是讲，咱台湾即马诶，原子弹唔好啊，哈。啊、所以咱无原子弹，啊，所以有原子弹的人就想讲要甲咱欺负啊。是啦，是啦。啊，这最近上好的就是这个武汉病毒这个的发展嘛，这是一个足好的啊。嗯。哦，大家看有咧讲较轻松的无啦？哈，啊，迄个咱就。讲这可能想过来，啊，对对对，那个廖教授，你有加嘛哈？我加，那个佮佮请教较详细，就是讲，即马假使若是讲咱这个咱这个平台遮个资料哈，啊，全授权无条件授权互恁哈，啊，安尼是毋是讲，我这是完全无问题，我即马是惊讲。其他人有意见还是什么款哈？啊，起码我是每一遍拢有拢有个打伫我迄个 Facebook 啦哈。啊，我要确定的，就是讲咱迄个影像袂去一个人来讲，哎，伊多好，伊感觉讲伊可能是真水啦，啊，伊家己感觉伊家真歹哈。啊，伊个相片歹好看着哈。嗯，咱即卖遮个物件，敢会去甲公开伊个相片？哦，这当然是要得大家参详好啦，哈、哦。啊，但是我是先安尼讲啦，哈，讲其实哈，我爱声音啦，哈，主要是声音无唔对啦，但是影像我倒是想要爱啦，哈、哦，因为有当时哈，像有一届哈，大家伫介绍迄美术美术啦哈，美术迄届哈，迄搭无迄导演片哈，到团你根本都真歹知影伊伫讲啥呢啦。哦，所以我是想讲搞法度啦哈，上好是两个拢老的安尼啦。哦，上好是安尼啦哈。啊，但是他真诶有人感觉讲有烦恼安尼吼，我可能都爱想办法吼，看是啊。哦，阮台湾这边叫去个制化安尼啦，啊，但迄个人诶，可能甲，即阮爱再讨论看卖吼，看要安怎甲处理掉安尼啦，啊，可能就留声，卖有人出安尼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爱做大家参详看卖，啊，参详看中要安怎做好势安尼啦，但是到法度哈，我伫想要是两个拢到较好啦，哦，又接哈，其实我是差不多，我是想要做一个网站哈，然后是这个资料拢起哩，大家拢我都来哦来摄取安尼啦。哦，像你要找啥物啊，啥物你要哪用，要哪念哈，然后是会使找到哈，啊，有诶资料都拢出来，啊，大家都会使看，讲这个字哈，大家是用啥物情形啊，安怎念安尼啦，啊，我伫想安尼啦哈，好啊，就。啊，安尼上好是两个拢有是较好安尼啦。安尼可能吼，即马咱即个论坛迄个面积声明啦，哈，其实有讲到
录影影音啦，哈、啊，其实应该是影音啦，包括恁内底啦，哈、啊，主要就是讲，我是无去请教讲有法律的人，哈、啊，对法律有清楚的人，咱是安尼敢有教育啦，哈、啊，啊，其实咱这段也无一个，也无一个，拢是公开，也无一个，也不是盈利的啊，哈、啊。啊，这边来处理我就唔知道，这边来处理啊。刚才到尾，这个责任的，迄个，大概这个法律上哈，啊，到尾来讲争议的时阵，这是安怎呢？哦，这个部分，我当是到我这边哈，就拜托一个老师哈，一个动物大学的张老师哈，伊个法律系的啦哈，伊。诶，拜托伊来咱看，到时阮，咱要签迄个 agreement 迄个哈，内底安怎写好好写安尼啦。啊，所以想做这边，阮会问过安尼啦。啊，你敢会当拜托哈？你嘛是讲，诶，是替咱论坛去甲请教一下，讲咱若是讲咱这个公开论坛的时哈，咱爱安怎写，较适当哈。伊较早写这段的逻辑，就是讲，亲像 Wikipedia 哈，还是啥物款一挂平台，你入去遐进前，伊就甲你写甲足清楚啊。讲你入来，你爱同意，爱公开啊，无条件公开啊。是。啊，所以是去参考迄种想法啦。啊，所以咱那个。所以大家想好，大家想好情形是安尼啦哈。因为迄个 agreement 咱要伫讨论嘛哈。嗯，所以恁家有啥物想法，你转来写起哩。好，我再摕起哦，到我帮你看。看讲恁有这个意见安尼啦。好，我再大家来讨论看卖，看安怎做好势安尼。嗯。可能安尼好好好，迄个张老师看着安尼好，可能好好势啦。安尼，你敢会当嘛？甲这段，咱这个免职声明这个物件，哈，靠迄个，这个张老师看卖安尼嘿，啊看有啥加强。加强什么款的？啊，我较来做安尼，好不好？哎，好好好。啊，我顶礼拜有先讨论过一遍了哈。啊，我本来到步哈，伊是想要完全崩溃，完全来崩溃安尼啦哈。啊，但是我咧想安尼，应该有的人有问题啦。啊，所以阮当时啊讲哈，讲哦是会使商用的哈，公司会使摕去用的哈。啊，但是。伊家有使用权俩，伊家使用俩，伊袂使做把这资料都放出来。嗯。哦，伊袂使做放，把迄资料当作是伊家己的都放出来安尼啦。嗯。哦，所以迄个 owner 要是教育部啦。哦，啊伊要来用的人哈，爱来签一个 agreement， 哦，讲伊会使摕去用，但是袂使把当作伊家己的都来放出来安尼啦。哦，啊，安尼可能大家好放心一丝安尼啦。嗯。啊，佮另外一点哈。我是感觉讲，迄个，比如讲，若是有争议咧解决的时阵哈，伊是用台北个迄个法院来做迄个嘿，啊，唔过吼，咱这是伫世界啊，哈，比如讲我这是加州啊，或者伫加拿大啊，或者伫北呀，啊，所以遐敢会当讲改做要适用的法律，要适用。中华民国的法律，还是讲美国的法律，还是讲哎，拢无同款的理解啊？哎，哦，这我都还唔知道，我再问下张老师看卖，看哪下好势。因为照我所知吼，迄、那个台湾的迄、那个这种法律有规定，较足无合理啊。哈，有啦。如果你当伫美国，你要人告的人，你爱去证明讲你的损害偌济啊？哈，啊你哎，迄、那個、台湾的法律，咱就完全无清楚啊。所以，若是讲伊个适用的法律，你讲适用，因为咱个论坛，吼，若讲这个 web base 诶，即卖所在，即卖是加拿大啊，好啦，咱即个论坛是加拿大，我加拿大法律我嘛无清楚，啊，到美国法律我是知影讲，伊边要讲过即种个系物件，伊爱去证明讲伊个损失偌济，哦，迄类就要讲过，所以伫台湾即卖乌白过啊。哦，伊就一点根本就无啥物贡献，一点人来去用着，啊，伊就伊甲你，伊就甲你告，啊，当然是拢袂做。对，所以上好诶做法就是，大家吼，到有啥物问题，哦，就写出来哈，哦，
咱来到迄教育部讨论啦。哦，嗯，因为爱互因知影讲有遮问题安尼啦，无因拢想到遮像简单。嗯，所以很在讲这问题就大咧啦，啊，啊，所以像这个迄张老师吼，就是万一在讲这有问题，我们得应该找人来看咧啦。嗯，啊，所以啊，就是啊，大家在欢迎讲吼，安尼，无像因想啊较简单啦，因为要真济问题爱处理安尼。甘要请咧，咱论坛来分享一下。我到门口卖光，我到张老师门口卖。对对对。其实要一个，我多好有这题，我讲一个哈。哦，就是讲我感觉啦哈，讲咱呾台语哈，真侪资料哈，拢散去无同所在啦。啊，所以有厝边人要找哈，就真歹找安尼啦。哦，所以我伫想讲，阮呾这个计划哈，上好是来弄一个哦。一个 hub， 哦，哦，大家会使当物件拢放起来安尼啦，哦，啊，都，哦，都通常拢通常一个所在，哦，要想要找人来才找到，拢有安尼啦，哦，我是伫想安尼啦，哈，哦，啊，所以阮可能会叫阮的工程师哈，来看有法度做到什么程度哈，啊，这个网中应该通的迄国网中心啦，嗯，哦，啊，但有法度做起来哈，只要到时阵则啊，则麻烦大家吼，看有法度把资料吼，拢哦，上少放一个连接从这边安尼啊，放一个海报链条这边讲，吼，要来找就来遮找，啊，为遮找，则搁广，则搁散找安尼啦。啊，我咧想可能是安尼好势安尼，哦，但讲好势啦，因为我搭咧找的资料，但是则歹找。开始了。这我做赞成100%，因为吼，比如讲啦，咱。即、这个咱即卖因为 COVID 关系过去两三冬，渐渐咧时间即个线顶讲话吼，台语对话吼，即除了咱即个平台以外，咱伫台湾台乐会啊，甲打到台语社啊，甲其他单位拢嘛有定期咧做啊，毛录伫 YouTube 电管拢有迄个录影吼。但是吼，那拄只像廖教授安尼讲，至少像遮个无同所在所有的电机的录影的咧讨论的内容，那会当予观众为单一的合入去，啊会当找到遮济无同的所在去看，安尼这实在是提升伊的功能，提升足大啦。我做赞成，廖教授的讲法。我想要解释一下，了多哈济啦。啊，但是我唔知我这边的 engineer 有法度做得到无吼？其实我是想要做一个社群网站啦。啊，大家资料做拢存起来安尼啦。我感觉讲这个安尼嘛是可能会当同时阵去解决这个授权的问题啦。因为你即马你就是解讲。即马若是变作讲，你就是讲，哎，你即个网站啊，了，你即、這个，你遮个地位财产权的遮法有关法律的问题，你就是甲伊写好，写拢共款，大家人拢一致嘛，拢共款嘛。啊，所以若是讲、有要来遮迄个举行即个咱像咱论坛即种的节目，对谈的节目，哈。啊，是讲因有私下，因有感觉招几人要开讲，但是因正愿意讲将因遮个语音做公开方讲现的时阵，啊，咱来拢利用你这个网站，啊，用这个网站落去的时阵，啊，你大家遮公开授权的代志就拢一律化，啊嘛，加足简单，敢是安尼？这我再搁想放慢啦，我是想要安尼做啦，哈，但是爱搁看我倒无 ，OK， 好。因为我抓这一段工吼，咧假借拢遮个哦，像社区网站哈啊 ，YouTube 哈、啊，是 Facebook 遮个功能哈，拢在包做一个吼，因感觉遮歹，用歹写了。然后但是阮试看卖啦，试看我到做什么程度呢？另外一部分想要，另外一点我想到的是，可能
有一个平台去甲大家讲，有啥物款个治疗是真正是上重要第一步啦。第二步应该想讲了，看了到是迄边个想法，譬如讲咱用即个治疗个部分，其实preprocessing 个部分嘛是就搞工个，所以那是想讲了到是迄边，那是有 engineer 个主管，是毋是嘛？当譬如讲甲这块资料嘛 有同款的格式去 preprocessing， 安尼，那是其他想要做研究的单位，那是因对台语无啥了解，但是会当直接摕这块资料去用嘛，是应该够较方便。去听了解这边。对啦，是阮的是安尼做啦。啊，从这个网中，阮的先为校正开始做。哦，都、就是吼，大家起来改啦。哦，起来，我拄则讲，我要找人来，要找真侪人来斗相共吼，我就是会先做这个部分，吼，等到做出来吼，一定有唔对，一定无有迄唔对的所在啦，啊，所以先把这物件腾起，吼，啊，吼真侪人，吼，会使直接改改安尼啦，吼，啊，为这开始改，吼，就是讲，这个网站吼，伊上重要的，上重要的部分就是资料啦。啊，就是大家会使起来看，啊，起来改，啊，啊是讲感觉无够，大家，哦，家己去录音听一下，也是安怎呢？哈，哦，所以我可能想伤济啦，唔知做到做未到啊，但是我只去看卖看到你做无呢？嗯，多谢。这我感觉最重要嘛是，但是我会当理解这是一个最大的工程，因为也处理资料，真正唔是遐尼简单，所以真多谢。有啦，有啦。无啦，这多谢啦。你做起吼，大家吼真有信心，讲诶，台语有希望安尼。安尼。咱阁有啥物人要发言无？啊，无咱若阁一分钟拢无人发言，咱即、這个咱就甲关起来，哈、啊。歹势，我想要请教者。是。我是柯雪温吼，我是一个精神科医师，啊，我想要为头拄仔咱陈瑞先生讲个讲，即、這个 AI 有可能。惊讲有可能会互人用做错误诶代志，我着想着讲几项，想要嘛是要分享，啊嘛是请教者啦。主要诶问题着是讲，到底敢有啥物好方法，会当讲来避，着是讲预防讲即种物件莫互人去黑白使用吼。啊，我举一个例，着是讲，像讲阮进前用迄面册吼，啊咧写文章啊。有时啊，你若写到啥物中国的歹话，你就会互伊做吼，这个做就是被阻啦吼，就是主刻薄迄个阻吼，就是互伊 block 去啊。啊，所以有时啊，佫会感觉讲最奇怪是讲，哪会讲我向人咧讲话嘛无拍字，但是我讲到一个产品，啊，我的手机啊过无偌久，就互我迄个产品的迄个资料，就迄广告就走出来吼，我就感觉讲是毋是这个我面册也是 Google 甲我偷听安尼吼？啊，这讲起来是小我感。即咱有一个英语叫 paranoid 啦，就是讲较疑神疑鬼安尼，就是讲感觉即个物件无安全，然后即新的物件可能会对我的生活造成啥物影响。啊，我是感觉讲即种反应是咱人一个自然的一种心理的作用啦吼。因为你若讲以前受过愈侪即个被想讲互人伤害过啊，互人去。像讲咱台湾人的历史吼，足侪苦难的吼，所以拢有可能讲较有这种怀疑心的较强吼。啊，我就是讲，搁想着讲，之前这个 Meta 咧出这个机器人，讲咱讲自然的，甲你的台语你甲用英语翻作台语的时阵，对，我有看到足侪网友咧讲这感觉足恐怖啊，是毋是？因为第我想过原因第一是 Meta， 因为这个我就讲明确甲人这个 block 咱讲。中国人无好的这种文章吼，啊，第二是讲伊是写
闽南语毋是写台语啦，所以我就感觉伊个立场吼，互咱感觉怪怪。吼、哦、啊，第通电话就是讲，逐家就开始想讲啊，是毋是讲即个物件是即个科技，敢会讲对咱台湾顶多是一种伤害？会敢会讲以后有一寡譬如讲即 AI 听有咱台湾人咧讲啥吼，开始咧想讲会用做一寡 spy 啊吼，做一寡即寡。甲咱偷偷咧破坏诶代志吼，所以我想，我是要讲即款诶，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足自然诶想反应甲感觉，我感觉可能嘛未少诶台湾人拢安尼想吼啊。我今仔听到即满，感觉讲啊，大家拢想要讲做好诶代志，甲即个科技发展起来吼，但是讲到底讲要预防讲即个物件卖互摕去黑白使用，敢有一个较好诶方法安尼？嘿，这是我诶问题。对，我是想小可回应，但是我就无代表阮公司，但是我以对于我个人的看法。啊，第一个是哦，关于甲迄手机啊，敢会偷听人讲话？我感觉其实这是迷思，因为我感觉无可能，因为手机啊，若是要定定伫咧录音，其实一定真紧就无去啊，所以这应该是无可能讲手机啊伫。电量甲阮头听啊，听到啥物内容啊，伊就杀阮啥物款的广告安尼，这应该可能伊是对白的所在，知影讲，咱是安怎对这项应该有兴趣，对，啊，这是第一个想法，啊，第二个是讲，我看甲这款科技敢会互大公司提起做歹代志，我感觉其实这款大公司拢受到足。即法律诶规定，比如讲欧盟啊、是美国拢有，所以即块诶规范应该是有较侪。啊，但是讲即块无形，敢会去摕去用我因为即块无形应该拢无即卖拢无法度去做商业顶管用途，所以应该短期内应该是袂。啊，拄则阁有。讲到，就差不多对。啊，拄则讲到迄个，互人去住，其实迄边嘛是讲嘛是，迄边嘛是，背后壁嘛，可能嘛是，譬如讲人工智慧的模型，无遐准的问题，譬如讲，要他因家己想要，想要甲网络上顶端的。譬如讲，霸凌啊，也是较无好的内容，去避免。啊，因为量足济，因背后因后壁嘛是用人工智慧去判断，啊，但是有时阵就是无法度看到遐准，啊，所以有时阵若是无遐准的状况，伊也就会使用者就会讲，即块内容其实无啥问题，为虾米阁互人 block 下呢？所以背后东西，背后发生诶代志可能是安尼。可惜阮意思，你讲你是精神医生嘛？哈，你是精神科医生，敢是？是。安尼，我敢会当拜托你，因为后礼拜哈。后礼拜迄个电影迄个潘导演，伊是有特别咧，讲看有一挂精神医生哈，会当起来讲。伊基本上伊干那要讲差不多二十几分啦，哈。啊，落去是要大家，互大家来发表 comment， 还是发表一挂意见。啊，伊有特别提到讲，因为这波疫情的内面吼，囡仔影响足大啦，就是讲伊个囡仔二。你大汉的时阵吼，啊，伊拢关咧啊，啊，所以变作要和人沟通，要啥物物件，吼，啊，这方面的即个有一挂啥物款的精神的镜头，吼，啊，而且你即个中间的时阵，精神科的医生的即个门诊，吼，嘛增加足济啦，吼，啊，所以敢会当讲安尼，你若是后日拜六，吼，同即个时间即个频道，你来当入来，吼。啊！你会当来贡献一下。好，无问题。我毋是看少年人，所以我看过邀请我同事来，吼、
就感谢这头拄啊主讲人的回答啦，吼、哦，我是我有较放心啊，无我就感觉讲手机啊咧偷听我讲话安尼，吼、哦，感谢。所以这观光足趣味啦，就是讲咱咧讨论一项物件的时阵吼，一个专业的时阵，佫会连带着讲别个专业会咧考虑吼。啊，这就是到尾啊，咱即马咧迄个离北美吼，足流行讲。叫做迄个 product，迄个 development 啊，咧产品设计 product design 啊，因足强调，我毋是讲咱产品的设计尔，你其他政策啊，啥物款的商业的管理，因拢足强调 design thinking 啊。design thinking 基本上就是讲，放干来用家己的主观，啊嘛干来讲，毋通干来讲顾着家己的专业，有若有去考虑着较快的人共同来咧。你一项产品来讲，政策还未推出的时阵，吼，伊就是各方面考虑较周知的，吼，啊，然后较产生一个模型，吼，啊，开始试这个 prototype，吼，啊，这个 prototype 安尼先去塞出去了后，啊，再慢慢过来修改，吼，所以。所以咱这个论坛也袂歹，因为就是有无共款的专家人来伫遮咧，吼、哦，伫遮咧分享吼，啊，互咱的眼界搁较开阔。咱即下免说你吼，即、这个柯基良吼，柯基良，你有举手吼，咱即下免，若要有要发言的人，咱就因为即下非正式的时间吼，咱就麦克拍起来，咱讲吼。请教这个评论吼。过来 Meta 算了，要做什么计划，会使讲的。对，所以今仔日无代表咱公司，所以就无分享。但是对啊，但是应该就会继续讲去做工的，去研究基金的环节安尼。啊。迄、那个可以是，迄、那个影片吼，你知影要入去看啦吼，你敢是有哪有伫即个名册顶头即个世界上文化论坛迄个群组内面？我去找看卖好啊。好，无问题哈，OK。啊，其实吼，阮已经为着要互即个潘导演吼。啊，较有信心的吼，啊，阮有五六个人，包括陈律师嘛，有伫内面吼。啊，阮有先含伊一个简单的即个要讲即个节目要怎进行吼。啊，我嘛有录一块录影带，我感觉迄录影带讨论嘛不只趣味啦吼。啊，若有分享的，若有趣味看的人，我来当去你甲 Google 吼，去迄个世界。在文化论坛哈，啊，可能就会当找着安尼，会当找着一段影片啦哈。好，无安尼，若无人讲话，咱就到这为止哈。啊，祝大家明年哈，啊，身体健康哈，啊，咱待遇出头天。再会，再会，好，好，新年快乐，再会，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嗯。